会议，咱遮即马较无咧办超过会议诶时阵，咱遮一个只一直早一听过啊吼，听讲以前迄时阵，咱一年迄时阵办过超过，也讲无，我听我有咧亲耳听咱主持人咧讲，吼，迄阵咱伫感觉咱是安尼，吼，咱是有哪袂介绍啦，吼，甚至讲你讲无，就是讲安尼吼，讲后下来讲吼，临时天气着变啊，所以讲吼，这真正，不是开玩笑的吼，这真正，因为我有哪捌听咱主持人，即摆主持人伊安尼讲过，因为伊迄阵啊，办过迄种超话啦吼，超话，啊，所以讲咩要报，迄个地府的地规份的实施部门，伊工程也无够，实施的毋通随便尝试一下啦吼，所以讲呢，这是真正，事情的一个因缘，所以讲呢。人贵先呢，甚至咱迄个祭奠先呢，着爱祈祷迄个啥呢？咱迄个咱师尊，人平时也当用求师尊慈悲开迄个供尊拜师。所以讲呢，事实讲呢，人讲跪到迄个脚头尾，迄个拢破坏时阵呢，咱到我跪到迄个一两个月安尼吼，事实讲，迄个点诚心呢。这样帮助着咱师尊老人吼，最后啊，咱一直留住伊是，所以讲呢，过节呢，咱阁有要分享的，啊无，咱即摆请助理甲咱准备做一个，做一个，到人你阁准备，讲一个啦，用明仔来点点，应该即个。